班长，再一次，你叫的那个是什么声音？再一次，起立，同学好，看到老师要问好，要主动一点。那个国文的收起来。想太多。想上也没得上了啦。对不对？接下来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你想上也没有人来给你上了。傻傻的。今天没来的有谁可以帮忙拿给他们？林思、嘉宇、明静，有谁可以帮忙拿给他们？哈，有谁可以帮忙拿？都没有吗？嘉宇，还有林思呢？谁可以帮忙？那帮忙一下，你骑脚踏车去他家。明静呢？没有吗？雨熙吗？我不在家。好，来，我们先看第一页。来，我刚刚发了这一份，先写我们刚刚发了这一份。很快的看一下，先自己写，先看看你会不会写。刚刚发了这一张。自己的班级座号姓名先写好哦，好。然后你们那个那一份放，就是我这几天上的那一份放在桌上，我要看。哎，就放桌上就好了。他是在问说，甲乙两条直线在哪个位置的 y 会一样高？你怎么会回答甲呢？他是说甲跟乙两条直线，这两条直线在他们的哪个位置的 y 会一样？不是在问你甲乙哪一条直线比较高或比较矮，对不对？所以题目要多看几次，对不对？好。哎呦，好棒哦！可是，我知道你的问题，对一半。不用看上次，你也可以参考昨天的那一份，但是基本上你先写新的这一份，看懂题目哦，看得懂题目在讲什么。
你写的蛮不错的。看不懂吗？啊，对，题目在这里而已呢。每一个图不是都有两条直线吗？对不对？在哪里相碰？在哪里？好好 ，OK，碰在那里，那个位置要怎么讲？对 ，y7x4， 对不对？所以，你刚刚你写呢，有把伊的位置讲清楚吗？就写在那个第一小题、第二小题、第三小题那边，有没有？不是，对，第一题有第一小题，对不对？焦点在哪里？焦点在哪里？这样。十四，你觉得写十四 Y 好吗？是写这样比较好呢，还是写这样比较好呢？哎呀，因为这一个我们把它解读为十四乘以 Y， 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好。第一题有八个小题，比如说第一题哦，有八个图形嘛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图形，第一题的图形的答案写在这里，这样懂吗？他说这两条直线会在哪个位置相交呢？会在哪里相交？在哪里相交？这里吗？这里吗？这里吗？在哪里？好，在这里。那这个的位置怎么讲呢？对不对？他说这个位置在哪里呢？它在哪个位置相交嘛？对不对？所以你觉得你写这样子好不好？就写这样。你觉得你写这样有讲清楚吗？不够清楚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只有讲出谁而已。高度等于十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看到这个对过来是十四嘛，高度十四啊，然后呢，高度十四的哇，如果是在这个点的高度也是十四呢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要讲的是它，不是它，对不对？了解意思吗？所以你只有讲 y 等于十四，这样够清楚吗？不够清楚怎么办呢？你只有讲 y 等于十四，这样不够清楚，不够清楚怎么办呢？雅轩知道我在讲什么？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哈！你那个眼镜戴起来，你看得到黑板吗？那为什么要配眼镜呢？哈！你看得清楚吗？眼镜要戴起来，要看清楚很重要。所以你讲这样不够清楚，你要怎么讲才够清楚呢？你要显示这个位置在哪里。这个点，你也可以说它 y 等于十四啊。这个点，你也可以说它是 y 等于十四啊。糟糕了呢，所以你好像没有讲清楚呢。所以你要怎么把它讲清楚呢？我要怎么把它讲清楚呢？这三个点的位置差在哪里？我想要讲的是这个，对不对？我不是想要讲它，也不是想要讲它，甚至这边也有可能会有点的。可是我想要讲的是它，对不对？这些点的特别是它高度都是在十四，对不对？可是它们的什么不一样呢 ？x 不一样，
这个对下来的 x 跟这个对下来的 x， 这个对下来的 x 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讲清楚它在哪里，你还要讲什么 x 等于多少。好，位置要写出来，不是圈出来而已，位置把它写出来，就是懂意思吗？不错，中间稍微分开一点，不然感觉上是 y 等于十四 x 等于四，隔开，调整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两条直线的焦点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下面图形中的两条直线会在哪个位置相交？所以交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这个总共有八个题目，每一个题目都在问你两条直线的焦点在哪里。那这一个题目焦点在这里，那这个点的答案写下来，这个点的位置怎么讲？这个点在哪里？这个点是在高度14，所以 y 等于14。这个点在哪里 ？x 等于多少？四的时候，所以这个点的位置我们这样子讲。这样懂吗？写上去。下面图形中的两条直线，下面图形指的就是这边，对不对？图形有八个图，有看到吗？总共有八个图，这八个图里面，每一个图里面是不是都有两条直线？懂吗？那这两条直线，这两条直线。这上面有很多点，这上面有很多点，然后它们会在哪个位置相交呢？在哪里相交？你比给我看。相交，就是相碰，碰在一起的地方在哪里？这点，这点，好，碰在这里。那这个位置怎么讲呢？这个点的位置怎么讲？你要把这个位置讲出来，这个位置怎么讲？这个位置在哪里？十四，十四是什么呢？高度，对不对 ？y 是十四，对不对 ？x 呢？四 ，x 四，所以我们就会把它写出来 ，y 等于十四，这个点的位置在 y 等于十四 ，x 等于四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懂吗？所以两个都要讲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写下来，写在这里。大胆一点哦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写？你觉得应该怎么写就怎么写。要大胆，就是里面有两题，你要够大胆，你才敢写。要像那个易容跟那个有几个同学都很大胆了，对啊。就是易容、雅萍啊、弘毅啊，都很大胆的、啊。你题目是要问你相交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把相交的位置写出来，把相交的位置写出来。那你要根据题目，然后去写答案。你两面都写完了吗？有看你好像闲闲没事做的样子。赞。那个，你不要看别人啊，你也不要，我也不会告诉你答案，就是你好好的去想一下。第一题总共有八题，我就是在所有的题目都在问你说，两条直线相交的位置在哪里？
题目都一样，但是不同的题目会有不同的回答方式，你要动脑筋稍微想一下。小同学先看我这边一下，我想要知道这个点的位置，我想要知道这个点的位置，我是不是会去看看它有多高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地方写9，我就知道这个位置的 y 等于9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想要知道这个点的 x 的位置，我就可以往这边看看看这边写多少，对不对？这边如果是写4，那我就知道这个位置是在高度等于4，然后右边4的地方，了解我想吗？然后呢，如果有一个点在这里，我是不是也是一样？我要回去看看看我的高度，对不对？看看我的高度，我要到参考线来看，对不对？那你觉得我这一个有可能是多少？猜猜看。哎，讲三很有道理，但是你讲三还不够好。他讲三很有道理，因为我这样讲4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是0嘛，我们知道这里是0，所以他讲说这段大概比4还要再小一点，讲得非常好，所以3很好。可是呢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往上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这边不就是相反方向了吗？哎，了解吗？所以我就会说这个的位置 y 的位置在-3，对不对？那 x 的位置呢？你帮我一下来，这个对上来，你觉得这个到底大概有多长呢？你觉得它会写多少比较合理呢？猜猜看，要大胆的猜，要大胆的猜啊啊，-12，我们来感觉一下。我说这样是9，对不对？还少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好，有机会到这边是9，对不对？所以-12、-11都不错。当然你到时候会对，你会真正看到，我只想要你们去感觉一下。我已经告诉你这个有多长了，你大概就可以猜测这一条有多长了。所以我就会说这个的 x 的位置在-12，它在哪里？它在左边，对不对？X 在弹左右 ，Y 在弹上下，所以这个点的位置，我就说它的位置在高度-3，左右在-2，也就是它在左边-2，它在下面3，因为我们是从这里看，对不对？从这里再讲上，从这里再讲下，从这里再讲右，从这里再讲左，可以哦。好，接下来自己来。然后下面的题目把它完成，来等于写出来 ，x 等于7 ，x 等于4，等号写出来。因为你没有写，会变成怎样呢？你直接写 y14，我们会把它当成什么？还记得吗？你写这个答案，我们会把它当成什么？对。我们上刚考过的东西，你写 y14，我会把它当成你是在写这个答案哦，你在写 y乘以14哦，可以吗？所以你应该讲说它的 y 的位置在14，所以你写 y等于14，不是写 y14。焦点，什么叫做焦点呢？要碰得到才叫焦点，对不对？这个我知道有碰到，这个我知道有碰到，这个我知道有碰到，这个呢？所以你觉得你要不要？你觉得你可以这样子写吗？
你们习惯，大胆的不多哎、欸，学东西要大胆一点，要勇敢一点。赞，就是其实你的感觉是对的，但是你不敢写。你们那个五跟六空在那里的人，我还在等你哦。五跟六空在那里的人，代表你遇到困难，那你到底该怎么写答案呢？大胆一点，因为有些人已经写出来了。其实你的直觉是对的，但是你不敢写。我再等你一下，你再不写我就要教你了。但是我真的很希望你敢大胆一点写出来。其实你的自己的想法是对的，但是你不敢写。写对写错都无所谓，要努力，较大胆嘞。然后完成的人就是下面的空格，把它填一填。编号是什么呢？编号是 A B C D E F 这些。你前面都填完了，啊，这个嘞，不会写，不太会。好，如果你编号是写 A B C D E F 哦，是你用一到四的图形里面的直线，里面的直线编号，懂吗？不太会，你可以先从后面往前学。还是不敢写。好，我必须要跟你们讲了，来，那个五跟六是这样，五是这样嘛，一条是这样画，对不对？一条是这样画，对不对？这两条，首先我题目说，两条直线会在哪个位置相交？好，这两条直线在哪里相交？你先找给我。你先找给我。你首先要先找到，才能够找答案嘛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两条直线先告诉我相交在哪里。这两条直线相交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摇头的意思是。啊，对啊，所以五跟六的答案很简单，啊，都不会相交，就这样写上去。我们就用博翰刚刚讲，你有你的讲法都可以。有人写无解，有人写永远不会相交，有人写没有交点。你明明看得到这两条直线永远不可能碰在一起，不是吗？既然碰不在一起，因为题目这样问，会在哪个位置相交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总应该要先看到，如果像这两条啊，这一条跟这一条，哎，有碰在这里，我总要先看到碰在哪里，我才能够去找 x 多少，找 y 多少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两条，哇，糟糕了，他们两个碰不到啊，对不对？既然碰不到我就找不到，找不到我就没办法写，对不对？那没办法写，我就只好跟你讲，好，你这道题目找不到焦点，要盖我共享吗？要勇敢的去写，有一半的同学都很勇敢的写出来，就是找不到焦点，了解吗？嗯，好，这八题是让你很清楚的看到各式各样的直线，各式各样的直线相交的位置有不同的地方。然后呢，接下来下面的二跟三，我怕你们不知道能不能写得出来。第二题写得出来吗？上面那四个图形不是有那个一到四嘛，对不对？有 A B C D E F G， 对不对 ？H 总共有八个编号的直线。那哪一个关系是会对哪一个直线？这样要写这个之前，你们可能要先写背面。来，先翻到第四背面，
先把第四页完成，第四页完成再回来刚刚的题目。好，不错。一样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但是写 y 为 x 3会让人家误解，对不对？嗯，要等于三跟等于五，来先修一下。好，来，既然会嘛，你说会，对不对？你可不可以找出它碰的地方呢？你这一章没有什么问题，你去回去把就是第十三题。还有它的背面，弄清楚。慢慢写哦，要，你现在就是利用表、利用图去找出位置跟 x 跟 y 的关系。那个图形上面那个点点点，我只不过是象征性的抽几个点让你看，那几个点就在图形上。事实上，那个直线上面有很多点，我只是标几个点出来给你们看而已。来，按照题目，按照题目，不急。你很厉害，我知道。可是你要想哦 ，x 是零的时候 ，x 是零的时候，图形上的点不是在这里吗？所以它的高度是多少？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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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对，那你就要写上多少，因为它是这条直线嘛。这条直线写出来的表格嘛，对不对？所以 x 这个点是不是在零跟三，对不对？所以 x 是零 ，y 要填多少？在直线上，这个点 x 是零 ，y 等于多少？对，所以这个空格要填三，懂吗？那这个怎么办呢？想看看，就是你想看看你这个是怎么算的，这个就怎么算。这个最难，但是可以自己写出来就厉害了。慢慢来。不错，继续。这个应该是错的。等一下，有问题，这个 OK， 这个应该都这里有问题，这里也有问题，对，你要再重新看。你确定吗？它是加三吗？看清楚哦。你先把这个看清楚。先把 A 的直线搞清楚。你没有算对，再检查一次。你有找到规则，可是这是六，这里不是七。这里如果是七，这边才是十七，这里是二十，懂吗？
不对哦，来，再检查一次。没有那么大。不对，来，这里是20，这里是50，有跳数字。同学，你那个格子的后面我有跳数字哦，前面是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可是我后面是有跳数字，后面没有按照顺序哦，中间数字空掉了。题目要看清楚，这是不对的。你知道怎么算，就动脑筋算法把它写出来，笔记本可以拿出来写。把算法写出来，把算法写出来。你格子不够，你就拿笔记本出来写。笔记本可以让你算，让你写，记录在笔记本上都可以。还是不对，还是不对。就像我昨天讲的，你就慢慢加，自然就有答案了，不是吗？你就慢慢加，拿笔记本出来写，慢慢加。你们现在很多人都空在那里，写到6你会写，6的旁边不是写7哦，后面就点点点的哦，后面点点点你要自己写。你没办法算出20的上面那个数字的话，就请你一个数字一个数字慢慢写，自己画格子，自己填，或者是反正自己想办法。你是会算的，你们每个人都会算，你们每个人都会算，但是你就自己让自己卡在那里，这样不好。你算到6的时候都还知道，你都还知道是你知道6的上面要填15，可惜点点点是什么意思？中间很多数字，我就没有再帮你填了。但是我就直接跳到20，要你填这个。你们现在非常多人，这个地方都填不出来。但是很容易啊，怎么说呢？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，你都填完了，这个格子不就出来了吗？你不想这么做，但是你现在没办法算出它来，你只好这么做，至少要土法炼钢。写下来，不要只是动脑筋，你要把你的想法写下来。中间这个空格，中间这个空格应该还有的空格，你可以写在笔记本上，你可以写在笔记本上。如果格子给你够多，我一直写，你就有办法写到20。格子再给你够多，你也有办法写到50。这个你绝对都可以算。你现在没办法算出它来，你就一个一个慢慢算，你就一个一个慢慢算。你在慢慢算的过程当中，要动脑筋去想，我要怎么去找出算它的方法，我要怎么去找出算它的方法。关键是刚刚你从这里怎么算的，然后这边怎么算的，你要找出算的方法。
自己找出善的方法。因为我掌握共轨啊，你们好像还是没有学起来，所以你要自己想一下。我在讲，你也是把我的东西。OK， 那你看嘛，二十你可以算，五十你可以算，那 X 呢？算法不是一样吗？用二十这个数字我可以算，用五十这个数字我可以算，那用很难算的数字，比如987，你会怎么算？所以重点是在算法，对不对？你把那个算法写出来，所以这个怎么算出来？那个算法写出来，这个怎么算出来？算法写出来。你那个算法写出来，这个就可以写算法，把算法写出来。重点不在答案，重点在算法。均点不错哦，你们其他人要加油。就是，没有比较快的捷径，你就是必须要土法炼钢，一个一个来。零一二三四五六，再来是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。但是你当然不想这么做，可是你不想这么做，你现在不晓得怎么算，你还是得先这么做。然后你应该要先回想，你要先回想你刚刚这边在怎么，你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下面怎么，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去找关系。哎，他在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不是很清楚吗？你只要给我下一格，如果我这边填七，你都很清楚，这边要加二，不是吗？所以关键在哪里？这边加一的时候，这边加二，不是吗？你怎么善用这个关系呢？因为我要这样一直加下去，我很辛苦啊，对不对？我若出二十，你就要数到二十，你就要一直算算算算算算到二十，然后再填上面的空格。我写个五十，你就要算算算算，一直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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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是我从头到尾都在加二而已啊，下面从头到尾都在加一而已啊，上面从头到尾都在加二啊，规则是一样的，问题是你怎么用呢？会用的话，我随便给你一个，你都知道怎么算。重点是算法要怎么算。隔壁这个的隔壁，你知道只要上面加二下面加一你就有答案。可是我这样子一直写一直写一直写下去，题目如果问我987，我还要这样继续一直写下去，这样很辛苦啊，所以要找方法。你算法出来了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就会跟着算法算。你想嘛，如果你是五十，你这边就会带五十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这边 X 呢？对啊，就这样。X 的话，这边会怎么算？写下来而已，把算法写下来而已。你写得非常好，一级棒，一级棒。然后第五题就可以写了。实际上你已经写出来了。关系式就是用 X 跟 Y 来写，对不对？所以 y 跟 x 什么关系呢？ y 是这样算， y 可以用 x 这样算，了解吗？ y 可以用 x 这样算， y 可以用 x 这样算， y 可以用 x 这样算，所以 y 可以用 x 这样算。所以关系是把它写出来，对，把它写上去，就算是写出来就好了。东文跟均点都出来了，所以这个我教你，这个我们就是这样写 x 跟 y 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所以 y 就是它，对不对？所以 y 就等于这个，懂吗？很好啊，继续这一个，但是你这个答案是错的。刚刚谁叫我？有人叫我吗？没有。好，基本上这两个答案不可能是对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我都不用算，我都这样就这样？你答案错吗？你注意看呢、啊，
你从一路一路从前面过来，你在做什么事？为什么一路减三这边进来还可以出现正？这样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保证是错的。等一下哦 ，B 的直线 ，B 的直线零的时候，零的时候它是对到多少 ？B 的直线，直线上的点呢？点在这里呢？它零的时候它是对到多少？十四呢？你的负一是发生在什么的时候？你的负一是发生在 x 5的时候，知道我在讲什么？你的负一不是发生在零的时候，你的负一是发生在你的高度在负一，那你这个点是发生在五的时候，懂我在讲什么？你这整个要重来。你有算法之后，你有算，我先让你写完，你的想法已经对了，好，这个 OK， 你很厉害，但是要小心哦，这个五十对上去好像不是他，你算错了，然后这个有点问题，你算法再稍微再想一遍，再想一遍，但是你这个写得非常好，这个应该是比较难的，比较难的你写对。写比较简单的写错，好，你再检查一次，这个 OK， 就是把像这一题一样把算法想出来，懂吼？来，你的借我一下，这个就是雨熙写的东西，他就是很认真的土法炼钢。咱就是爱戆戆啊算，戆戆啊算的翘翘会晓。你再看他的笔记本，也是啊。戆戆啊算啊，戆戆啊算，你得去想啊。你咧下的时候，你一届一届，每次加一啊，每次加二，一直加，一直加，一直加。那我到底在加什么？我要怎么算才可以变快呢？慢慢加，你就会动脑筋去想。这个是不对的。好，先下课休息。班长。摄影机。